我想请你食卤味饭，我中意食。啊，你个卤味啊！你讲咩啊？你个卤味啊！你再讲多次，都话你个卤味咯。你再讲多次，你卤味啊！先生，呢个就系你我得嘅卤味面同卤味饭。请问有卤味饭？位於 D 格登咧，就有一個專科煮滷味嘅，就是、家鄉滷味啊！依一度咧滷味，但係特色啦。嗱，依度有滷味飯啦、滷味麵啦，然後有依個雞腳啦，有滷豬頭皮啦，然之後腸啦，之後咧就滷肉啊、豬肚啊，仲有一個滷蛋嘅，而且仲有依個巴閉啦，依個依就滷薑蓉雞啊。我想请你食卤味饭，我中意食。你纵面无全非缺，我也还原靓靓缺。因为少林功夫好耶，少林功夫干你不用回去，火星地球有我很安全。卤味饭，我中意食。太极功夫静万口力，惊天动地。但见阿妹双臂好力，令到阿哥五体投地。你是最漂亮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个卤味出晒名啊！哇，好有嘢师傅。新年期间相信大家都使咗唔少钱啊，所以你要平靓正嘅话咧，就系依度啦。因为咧依度只系10元啫，就是、一个卤肉，你系任何肉都得，你可以卤猪肉啊，或者系卤鸡脚。但如果你有加埋汤水嘅话咧，就系20元，佢就一个大份啲嘅 set 啦，所以抵到烂啦。我想请你食卤味饭，我中意食。你中面无